到第八课。那第八课呢，它是一个圆的组合。那这个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前一课所讲的，它是直接勾锁针的方式，这种就比较不容易散开来。所以你看它里面一二三四五，我先勾五针，以后先做引拔针才往上去。好，先五针。二三四五针以后，我先在这边先做一个引拔针进来。引拔针好了以后呢，我上去一二三四五六，六针锁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以后呢，我们一个长针，我就一样，同时我就把它这尾线也一并包进去。那当然我这次留的有点长，就勾满一圈以后就可以把多余的剪掉，然后中间间隔一二三就勾一下，每间隔三针就一个长针，就一个长针。长针，那这样要勾几针呢？你就从锁针算起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总共要有六支长脚，一二三四，现在这个是第五，现在是第六，这样就结束。那我结束的时候呢，再勾一二三，然后锁在刚刚六针的第三针做引拔。一二三，然后我在刚刚的一二三第三针这边做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子，好，它一个轮子就出来。那这个多余我们就用把它剪掉就好了，然后再往上去一行，一二三。一样就很完整。那我们现在第二圈上去一二三以后，在同样的这一个环里面，你可以直接捞，也可以直接勾两条线，看你高兴。那我是习惯直接捞，因为这样比较有弹性的空间可以调整。然后中间间隔一个锁针，然后再两支。现在勾完这一个以后，一个锁针，两只脚一样哈，在这个三个锁针里面各长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两个长针，一直到最后，再隔一下，针两针，隔一下。结尾的时候一样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刚刚的这一边针做一个引拔针，这个第二圈就结束。那我们现在做第三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勾最后这一圈，先一个锁针，然后一个短针，以后再来是五个锁针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锁在这里短针，一二三四五。锁短针，然后再来七针的，一二三四五
六七，再数数，两个五个锁针，一个七个锁针，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三四五，那这边完整一块我们就结束，我们就把它剪掉拉过去，它就变成这样子比较清楚。好，四个角在这边，我们可以留稍微一点点长度，方便等一下可以拼缝，这样子起来就是这样。好 OK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要做这两片的拼钩。这个是用前一课我们是用拼接、用缝合的方式。那第八课呢，我们这个是直接把这个环状直接勾定点。那所以你这个第一个是勾完整的，第二个你只要勾半，勾剩下四分之一圈，也就是你看到两个五针，一个七针，两个五针，一个七针，两个五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现在七针就要跟它组合，然后五针组合，五针组合，七针组合，这样才能够完成的把它结合在一起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勾七针的时候，我只能勾三针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那我同时就把这一块放上来，勾进来，直接。一个短针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针，然后再五、六、七。那我接下来是五针嘛，对不对？那五针的话，我也只能一、两针、二，哈。那第三针的话，我就用短针把这一个勾进来，然后再继续一、二。到自己的这边，然后再继续一、二，再跟这个勾在一起，一、二。然后接下来一、二、三，一样，我就跟最后的这一个勾在一起。再继续一、二、三，就结束了。那这个结束点以后呢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套收掉。起来的话，它就等于一、二、三、四四个点的结合。那以此类推，我们再继续看你要延伸几片都可以。如果我要这样子的，也可以啊，就变成一个发带或者围巾之类的，我要这样子都可以。我